姐姐谢金燕呢，今年跨年很拼，31号晚上呢，桃园开场完之后，立刻跳上高铁赶到屏东来压轴，途中还不忘自拍，要 po 到 Instagram。可是呢，被网友调侃说，好像听她的歌听到有那么一些腻了。谢金燕呢，自曝说考虑她不要再唱跨年。好，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时间交给宜淳。北市府跨年晚会呢，今年创新是用这电竞游戏开场，找来电竞阿公台支援 PK 世界冠军，可是气氛有点冷，遭到网友痛批呢，所以呢台支援一下台立刻就冲到柯文哲办公室开直播，他要来吐一下冤屈，还说要对网友提告，柯文哲也解围了，他说其实办活动呢他们一定都会检讨的，不可能每一年的节目都一样嘛。蔡英文跟媒体进行新年参叙，在会中被问到说这内阁是否会进行改组，蔡总统他其实也有做出回应，那么具体说了一些什么，我们时间交给云贤。台南立委补选的前劳动部次长呢郭国文在今天召开记者会，他请来七大工会代表为他站台发声，因为自从他宣布参选立委补选之后是饱受对手的攻击，说他是一立一休的推动者，应该要为着民进党败选负责，但是他斥责这样的抹黑行为也不应该由他承担出卖劳工的罪名。提到客家文化呢，不得不提客家茶，除了耳熟能详的擂茶之外呢，再来就是东方美人茶，也就是碰烘茶。在龟山地区呢，家中世代种茶的林和春，身为茶农第三代，电子产业出身，他呢看见了台湾茶正在面临到缺工还有生产成本很高的困境，因此大胆将这机械导入茶园管理，砸下了400多万从日本引进了大型的机具，平均呢只要3个人操作，一天就能够采收一甲茶园，取代掉上百人的这样的人力需求，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入茶园。今天呢，一起来看看他的智慧茶园如何保留客家人的精神文化和现代产业共存。彰化呢，经传老妇人遭到绑架，甚至还抢劫。3名嫌犯呢，相中着独居老人年迈可期，于是乎在12月30号深夜3点的时候，持刀是闯入老妇人家中，狠心拿绳索呢把人家绑起来，用胶带封口，还一度殴打人家，逼问保险箱密码，最后抢走了8万多块现金，还有洋酒离开。事后老太太自行脱困报警，警方火速在一天就逮到人。3名嫌犯坦承，因为呢他们缺钱花，他们想要买毒品，所以最后是铤而走险。连假期间呢，有民众在竹南火车站前发现说，2名小女孩在3楼的顶楼这边把铁梯屋是当作是溜滑梯这样子玩，而且玩得很开心，民众是看得胆战心惊的。那么女童妈妈就说了，因为在1楼做生意，她不知道2个小朋友在顶楼这边玩，那么还是女儿们在顶楼叫妈妈，她才发现的，当时她自己也被吓傻了。北韩这回跨年破天荒在金日成广场举办了演唱会，还准备了超过10分钟的精彩烟火秀，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也是按照惯例呢，在元旦发表了新年演说，他特地祝福南韩人民新年快乐，也提到无核化的信念不变，但是却谴责这美国误判了情势，要是美国坚持制裁的话，北韩将会另寻出路。没想到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却发生了憾事，这么一名驾驶呢，他是跳桥轻生。好，您看到这样的事件呢，就发生在一辆接驳车上面。这名驾驶开着开车呢，结果呢，路途当中跟自己的女朋友吵架了，然后于是呢，愤而直接打开了车门，往7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高架桥往下跳，最后呢，更是宣告不治。可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把同车的乘客，还有包括他的女朋友给吓傻了。我们接下来带您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在昨天31号的下午，新北市消防局的圆山分队接获到有民众通报说有孕妇身体不太舒服，要送到急诊，所以呢他们是立刻派出了救护车去出勤，就没想到呢当救护车行经永和路和中正路口的时候呢，那么一辆自小客车是为了要停红灯，结果呢干脆直接就挡住了救护车的正前方，不让它前进。那么尽管说呢，其实当下呢这救护车呢已经开警报器来鸣笛了，可是问题是前面这辆来车它还是完全不肯让路的，所以最后呢是一旁的民众呢是看不太下去，然后呢上前轻轻拍了他的车窗，好心提醒他，就最后这名驾驶呢依然他是充耳不闻，当作没有听到，就这样挡路挡了长达1分多钟的时间，最后呢是导致这名孕妇他是延误就医，所幸呢最后是没有造成任何意外的。再来看到机车撞救护车意外，